Nanoke 这个地方呢，是在维吉尼亚算一个比较大的城市，就在81号公路旁边。昨天从这个自然桥下来啊，赶到这里过夜，然后发现这城市蛮大的，进来逛一逛。你看这个酒店，带点那个传统的那种格调。这是一座最新最大的 building， 然后来到这一个艺术博物馆吧。哇，这里面东西好多，还免费的参观。这里拍的是一个展厅，也不是太懂这艺术，反正觉得挺好玩的。这里面这个是不会动的，这就是艺术馆的外观。然后后面都是你看会动的，每个都拍了几秒钟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感觉挺好玩的。这城市吧，看起来有点老，好像以前这里还有这个可口可乐的产地，工厂还在这里设厂。在北边这边的比较地区比较繁华一点，后来到了第二天再往南走一点，这城市的南边的就比较有点贫民窟的那种意思。你看这个张开嘴吃不到，挺有意思的。